身软如棉，面色如生，灵性幽正，门归天，冬不品湿，夏不腐臭，肾有多至数日不变，一相满治者。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还未进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，但却无法否认各事实的存在。这种现象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，但极其罕见而珍贵，而求道之人除信道不笃于反道败德者，不敢定论外，其余则比比皆是。肉身既浅似瑞香，足可证其灵性已登善境，当无疑问。二人虽不为万物之灵，其实是很脆弱的。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就难免天灾人祸的威胁，甚多以求道者，在遇到人力不可挽救之危急情况下，诚心使用三宝，皆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